各位观众，欢迎大家咧继续嚟收睇我欧嘴日记。咁啊，今日欧嘴去边咧？欧嘴咧就由槟城搭飞机咧去咗呢一个阿比。咁啊，去玩完阿比几日之后咧，就由阿比咧揸车咧上嚟呢一个神山。咁啊，而家咧就喺神山。咁啊，打算咧就去呢一个神山国家公园里边咧系 walk walk。咁啊，呢一度俾我嘅感觉咧系一个十分之干净嘅地方。咁啊，仲有咧就喺呢度咧，教堂咧，如果系比较有趣啲嘅讲法咧，系教堂啊多如繁星，基本上啊500米左右咧。就有一個教堂，又換句話咁講咧，一條村咧就有一個教堂。哇！咁啊，今日神山嘅山頂咧都十分之清噃，大家望下啦。哇！睇下咧，喺呢度嘅中間咧，好似咧係兩隻手咧向住個上天咧禱告咁樣嘅。咁啊，琴日咧就好天啊，一嚿雲都冇。今日咧都好，有啲雲咁啊，有啲少少呢一個山景露出嚟。咁啊，好多人都講咧，上嚟神山啊，未必啊睇得到個山頂噶。一般啊，要人品比較好啲咧，然後先至會睇到嘅。咁可能咧，我係人品比較好，所以咧呢幾日咧都日日睇到個山頂，而且淨係咧要佢有雲嘅時候有雲，要佢冇雲嘅時候冇雲。真系唔错，各位观众，我而家咧就喺呢一个 Mount Kinabalu， 大家见下咧，喺我后边嗰、那个，哇、哦，嗰个，哇，呢一边咧就喺个山嘅另外一边咧影过去嘅，啊，咁啊而家咧，带大家睇下啊周围嘅环境。而家咧正式進入咗呢個 dairy farm 咧嘅範圍。咁呢個 dairy farm 都幾好嘅。入去之前咧喺買飛嗰度咧有攤水氹，好大氹咧洗車碌嘅，等你咧外來嗰啲泥土唔好入嚟啦。咁大家見到咧前邊嘅神山咧個山勢咧又的確幾特別嘅。喺咁近嘅情況睇咧，大家睇到個山頂咧就好似咧。有啲齒輪咁樣嘅，咁呢各位觀眾，而家咧我哋就係正式進入呢一個牛場 dairy farm。咁大家前面咧，你見到呢個神山咧，又的確幾靚嘅。點解咧？佢原來咧山頂嗰度咧係好多咧一級級咧，好似咧齒輪咁嘅。奇形怪状嘅山峰嘅形态，咁啊，如果你幻想咧呢度有雪咧，哇，真系唔得掂。收音，咁啊好多车咧喺度排队啦噃。哎呀，听下，咕噜咕噜咕噜。啊，咁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山啊。咁呢個神山幾高我都唔記得咗啦。啲景咧同人咧都唔錯嘅，大家睇到咧好多咧個回教徒咧，應該都係嚟自印尼啦，啊或者係。喺呢一個馬來西亞嘅本土咧，係包括沙巴啊、西馬啊咁樣過嚟。咁呢個當然咧，亦都包括我咧，係過嚟咧趁下熱鬧。咁啊，大家睇下呢一個神山。呢一個神山咧，近睇咧係大家會望到咧嗰個山嘅高峰咧，山峰。怪状啊，好尖嘅，有部分咧远望咧，好
始咧，一雙手咧係用緊嘅。咁啊，當然咧，淨係好多呢一啲嚇，由於呢一個雨水嘅洗刷，咁多年之後，所以咧就好多呢一個我哋叫做漁網啊，好多呢一個坑啊。咁啊，好涼，好舒服，雖然。有呢一個太陽咧，係曬住。咁啊，呢度咧都好多韓國遊客噶噃，尤其是係靚女。咁啊，大家再慢慢睇睇啊。咁啊，前邊咧就係好多人要去嘅地方咧，就係買嘢啊、食雪糕啊，諸如此類，諸如此類。咁啊。前面咧嗰啲小鎮咧，係大部分嘅遊客咧都會住嘅民宿啦。呢度嘅民宿咧都好有特色嘅，好有特色咧就係話夜晚嘅水咧就唔係咁暖啦，水壓又唔係咁強啦。始終都喺個山上邊，就唔可以要求太過高噶啦。睇下呢啲遊客咧，各位觀眾，呢一個咧。就是神山下面的 Dairy Farm， 大家看一下这个 Dairy Farm 的招牌呢，就是 Nessa， 经常呢都可以在超级市场呢找到的。其实这里有什么东西看呢？主要呢就是看风景了。哎哟，人家刚刚开了把遮添。咁呢啲咧就係其他各省市嚟嘅遊客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仲有好多咧馬來西亞印尼嚟噶。咁啊，前邊大家見到呢只牛牛咧，就係呢一個牛場嘅徽號。咁啊，喺個神山嘅山腳，咁啊，風景咧係十分之好嘅，亦都好乾淨。咁大家睇下啦。哇！呢個人的風景線都不錯。好啦，而家再大家睇下。好啦，呢一個咧就係神山啦。啊，大家見到呢個神山咧嘅山峰咧係奇形怪狀嘅。遠睇咧，有啲山峰咧係會感覺咧好似兩隻手咧係。放在個頭度咧，向上天咧係祈禱咁樣嘅。咁呢一種咧，亦都係一個好奇特嘅自然風景線。啊，我本人就覺得咧，環境十分唔錯。啊，聞下啲空氣十分之清新。好啦，咁咧呢度亦都好多好多靚女嘅，大家要注意。暫時係咁先。各位觀眾，而家入到嚟呢個牛場嘅活動中心咧，就係小朋友，其實包括大人咧都中意嘅。做啲咩東東咧？大家望下啦，就係見到啊，小朋友咧就喺度喂牛啊。咁啊，呢一個牛唔飲水，撳唔撳得牛頭低咧？其實用草就可以撳到，竖起来，竖起来！哇哇，成個奶樽都嚼埋佢咁滯！哇，好好喝！哇，有冇啲香蕉啊？大家見到咧，聽到好多咧，係呢一個其他省市嘅同胞遊客咧，吃完了，嚟到呢一度咧玩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大家見到咧，都有咧本地馬來西亞人啦。沙巴而家係咧中國嘅遊客咧一個好中意嚟嘅地方，因為好多直航機。會、哎、對面咧又有小朋友。
位观众，这里呢是整个 Dairy Farm 呢人气最旺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大家看看呢，这些牛牛呢就知道了。啲牛都话，点解你哋咁多人嚟揾我呢？咁啊，大家研究下咧，系呢一个牛唔饮水，可唔可以揿到牛头低咧？咁呢啲咧，原来咧揿牛头低咧唔需要饮水嘅，饮奶嘅，饮奶咧就可以揿到牛头低。哟，如果牛头越揿越高喎、啊，因为咧佢将奶咧放得好高。哇，睇下几多人买奶喂佢，真开心。呢一隻牛咧，搶住嚟飲啊！哇，啲家長就好開心啦。呢幾隻牛咧都好開心。當然最開心咧就係呢一個牛場嘅老闆，因為呢啲奶全部都要俾錢嘅，包括埋咧啲草。哇，唔錯嚇！呢一個景點咧～好乾淨添喎，人做得係咪？呢一啲咧就係管理上嘅需要注意啦。